天高海阔，张修杰。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今天分享的图片还是玫瑰花，这种玫瑰花有渐变的感觉，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并且这种玫瑰花很香，拿来泡茶也不错。好，今天我们当然要聊美国总统大选了，因为川普和拜登现在已经从法律上、从制度上确实锁定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个位置。在12号当天呢，两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作业，确定为总统候选人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拜登在12号拿下了乔治亚州的初选，跨越了1968张党内选举人票，而川普呢也赢下了密西西比州、乔治亚州等等这些州的初选，拿到了1215张党内的党代表票，所以呢也成为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好了，现在无论你愿不愿意，你接不接受，拜登和川普呢铁定要在今年要进行一场对决。当然除非是发生了意外，比如说拜登的健康问题，或者是川普有什么突发事件。当两个人锁定了总统候选人这个位置之后呢，川普应该说是听到了一点点好消息，而拜登呢却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受到了非常沉重的一击。我们先来说川普有什么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来自乔治亚州，因为川普刚刚在乔治亚州赢得了党内的初选。乔治亚州富尔顿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麦卡菲13号呢做出了一个裁决。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个裁决是要讲现在乔治亚州的这个地区检察官到底还有没有资格起诉川普，因为他现在正陷于一个涉情麻烦当中。但是呢麦卡菲没有讲这个案件，他讲的是川普和多名被告呢总共被撤销了六项起诉罪，那么川普本人呢有三项起诉罪被撤销了。我们知道富尔顿的检察官威利斯起诉川普呢总共有13项罪名，现在川普只剩下10项罪名了。而川普等人去年向这个法院辩称无罪的时候呢，其实川普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川普的三个私人律师，其中包括在2020选举当中最为大家关注的鲍威尔律师呢变成了检方的证人，这对川普是十分不利的。所以说现在川普有三项罪名被法官裁定证据不足给撤诉了，对于川普来说这个官司到底还会不会继续下去还是个未知数，这要看法官要裁定检察官威利斯到底还有没有资格起诉川普。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接下来要不要换检察官，还是这个整个案件就不存在了。但是现在川普当他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呢，这些民主党的检察官要想追杀川普呢，恐怕就会有点投鼠忌器了，因为动不动共和党肯定是拿你影响美国总统大选这个理由来攻击这些民主党人检察官。所以呢川普现在应该说他从司法这个角度来说呢他比过去更加安全了。川普有一点点好消息，但是拜登呢，拜登在国会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并不是拜登自己出了什么丑闻或者他的宝贝儿子丑闻有什么进展，而是特别检察官在国会进行了一场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啊，应该说对拜登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我们知道拜登和川普这两个人呢，一个现任总统一个前任总统都陷入了这个机密文件门的调查，川普带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民主党人指控他什么故意泄密啊等等，所以要起诉他。拜登本人也被发现他有一些机密文件是他当副总统的时候呢带回了家里边。那么司法部没办法，川普有机密文件你委任了特别检察官调查，那么拜登的机密文件你当然也要委任一个特别检察官调查，所以呢亚裔的这个徐景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这个徐景这个姓呢是韩国人的姓，所以有些中文媒体把他称之为检察官赫尔，我们知道他是徐景，我们就用徐景这个名字来大家容易记一点。徐景被要求在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听证，这个听证呢是针对他为什么不起诉拜登。因为徐景在调查拜登的机密文件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后得出了结论说拜登确实有机密文件，但是呢他是善意的，他比较健忘，所以呢他觉得拜登拥有的机密文件拜登没有恶意，所以不应该来起诉他。讲到这里啊，我们就知道在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个听证会当中，为什么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情绪都很激动，因为他们角度不一样。共和党人问的是你为什么不起诉拜登，而为什么调查川普的机密文件门
那个特别检察官就要起诉川普呢？那赫尔必须要，就是徐锦必须要做一个解释。他解释，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他这个解释，与其说是为拜登解释，不如说是给拜登的非常重要的一击。徐锦说，不起诉拜登的理由呢，最基本的一个，他说拜登跟川普有点不一样，因为拜登是善意的，而川普呢，在被追这个机密文件的时候呢，川普跟拜登做了相反的事情。我觉得徐锦这个描述应该是没有错，是符合事实的。拜登被发现有机密文件的时候呢，拜登自己完全不在状况，完全不知道啊，原来我家还有机密文件，然后说好好好，赶快赶快交出来，赶快找人去调查。但川普呢一直否认啊，没有啊。然后根据川普身边工作了20年的一个什么他的男仆说，对，川普刻意的搬动过这些文件。所以为什么这个官司对川普不利，对拜登很利呢？因为拜登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有机密文件，但是这不代表拜登没有撒谎。那当徐锦说因为拜登态度比川普好，所以不起诉的话，共和党人当然不满，但是呢，民主党人更加不满。我不是说民主党人觉得拜登无罪是不对的，当然有一位民主党的极左派的议员，他也指责徐锦说你在帮拜登脱罪。作为民主党的极左派对拜登不满意，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从他上次竞选这些人对他不满意，他们当然希望像什么桑德斯啊，像贺锦丽啊这种民主党的极左派能够成为总统。所以在这个听证会上，民主党的极左派对于检察官不起诉拜登，有一个民主党的极左派议员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拜登就是你帮他在脱罪。但是徐锦在讲到他决定不起诉拜登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特别讲到了他跟拜登之间的这个谈话。民主党的这些众议员为什么情绪特别激动呢？他就质疑说，你徐锦把拜登的这个记忆力和他的精神状态做了如此的描述，这对拜登的这个选情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利，这就是民主党人非常不满的地方。另外民主党人还提到了一点，徐锦这个人呢，他是由川普任命的，而他的这个党派登记当中他是属于共和党，所以说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在这个听证会上就指责徐锦说，为什么司法部长，民主党的司法部长会任命了一个共和党人来当特别检察官。我觉得这个问题民主党的议员应该去问司法部部长加兰呢、啊、这个不是徐锦自己申请说我要当特别检察官就当特别检察官的。徐锦确实是川普任命的，但是在美国党派之争可以存在着很多领域，在司法领域当中，从我们美国的司法立场来说，从美国的司法制度来说，不是应该司法独立于党派吗？为什么民主党人觉得司法部长加莱任命了一个共和党人当特别检察官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呢？民主党的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对于徐锦的这个质疑呢，我想不能够改变他对拜登机密文件门调查的结果，因为徐锦今天他自己说，我的身份已经是前特别检察官，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所以呢，他也辞去了特别检察官的这个职位，他可能回到马里兰州，或者是继续他在司法界的服务。川普和拜登在这次案件当中，其实大家民主党和共和党大家争议的地方，除了是起不起诉之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特别检察官在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对拜登的健康状况的描述。徐锦说，他说拜登在这个访谈当中呢，常常会陷入这个怀念旧事。特别检察官徐锦在国会出席这个听证会之前呢，他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整个调查报告给公开了。他公开之后啊，美国很多媒体就去拿到了这个调查报告当中一些细节，像《华尔街日报》啊，就把这个记录的逐字稿呢，就把它公布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特别检察官徐锦在调查拜登的机密文件的过程当中，他跟拜登之间的谈话，大家都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吓一大跳呢？如果过去徐锦只是公开说拜登的记忆力有问题，他像一个健忘的老人，我真是同意徐锦说的，他是善意的。如果你看到这个调查报告里边的内容啊，你更加会觉得拜登恐怕不是仅仅是记忆力不好或者是一个老人这么简单。拜登除了有他的神智问题之外，拜登在这个记录当中很明显对公众对媒体撒了谎。拜登在这个记录当中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根据徐锦的这个调查报告里边的详细，他说他在去年的10月2天当中花了5个小时详细的访问了拜登，对拜登的机密文件呢做了一个调查。
我开始以为徐锦花了很多时间来访问拜登，所以令到拜登在整个漫长的调查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了很多记忆上的这个失误。两天五个小时，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轻松应对的。我们知道，当你面对司法人员调查的时候，最怕是什么？最怕是这个调查的这个时间，就是一天里边调查这个时间非常长。如果是你真是有一点犯罪行为，或者你心里有鬼的话呢，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上午讲的谎言跟你下午讲的谎言对不上。如果是两天花了五个小时，拜登应该可以轻松的应对吧。但是呢，徐锦的记录稿里边他有一个描述，说徐锦和团队啊多次要求拜登提供他使用的文件档和一些箱子的细节。拜登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拜登经常用这个词来回答，我他妈的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总统。很明显，拜登用这么粗鲁的语言来表示，说明拜登当时很不耐烦。为什么不耐烦呢？因为他确实忘记了，他确实没有办法按照检察官的要求描述出他放文件的柜子。拜登在这里呢，很明显有一个撒谎的行为，这就是拜登到底知不知道他有机密文件。我们说了，徐锦的调查报告当中，他有这样一个逻辑，拜登不知道，他因为他忘记了，他记忆力不好。但是呢，他发现之后呢，赶快说，哎，我们要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渠道赶快去处理，赶快去归还文件，然后呢请这个联邦调查局去大家搜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文件。这是公众知道的一面。但是在这个听证会上呢，国会司法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问到这个检察官的时候呢，他说你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拜登是忘记了这个文件放在哪里？徐锦回答说，他手上有一个拜登和他的一个回忆录的出版商之间的对话。拜登告诉这个出版商，哦，我找到了一些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呢可以对我书中的内容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所以愿意把这些文件用这个电子档的方式寄给了那个出版商。他们的录音对话证明了拜登曾经把机密文件给了这个出版商，而这个出版商呢，确实在书里边使用了拜登机密文件当中的一部分的资料。而特别检察官徐锦调查的时候，这个出版商把拜登给他的这个邮件给删除了，但是特别检察官从他删除的在这个邮件当中垃圾箱里边把这东西翻了出来。而拜登曾经在调查过程当中，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你有没有把机密文件给其他人使用，拜登说没有，没有，肯定没有。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任总统向公众向媒体撒谎呢？很明显这个证据就是这样。所以当这个美国国会的众议员问这个徐锦，你认为拜登有没有撒谎，徐锦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徐锦呢用一种微笑来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回答。徐锦调查的是拜登在这个机密文件当中他有没有一些故意犯罪行为。讲到这个撒谎这一点呢，那加兰是不是要再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任命一个民主党的特别检察官来调查拜登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徐锦在这个记录当中啊，他说拜登经常会滔滔不绝地讲很多话题，从奥巴马时代的这个政策的争端啊，讲到这个到蒙古射箭啊，以及他当总统之后测试电动车美好的感受。徐锦每一次都要跟他说，总统先生，我很想听你讲故事，但是呢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徐锦这个描述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比较健忘的老人家，或者是一些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家，你跟他谈话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你跟他讲东他会跟你聊到西，你跟他讲西他会跟你聊到北，反正呢他的思维没有办法根据你谈话的主题，经常会跳到非常远的地方。那么拜登坚称他当副总统期间呢，非常谨慎地对待机密数据，很少保留敏感的机密文件。他表示他八年来呢，早已养成了将机密数据归还原处的习惯。但是呢，当这个徐锦问他，那你把这些机密文件是怎么样储存的，放在哪里？讲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呢，拜登会很激动地回忆起他长子去世。之前我们讲过了，他讲到他长子去世的时候，那徐锦问他，那你长子什么时候去世的？拜登完全不记得了。他要靠他的助理提醒他，这个对他造成刻骨铭心伤害的事件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徐锦还讲到一个例子，在追溯机密文件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是关于这个拜登在当副总统的时候，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呢，有关派遣更多的军队到阿富汗这个提议的时候的一些竞争。他说，拜登忘记了这个事件当中谁是他的盟友，谁是他的对手。他以为当时驻阿富汗的大使艾江山是跟他立场这个是对立的。他讲到这个
政策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当时我跟很多人有争论，那个驻阿富汗的大使艾江山如何如何跟我意见不一致，但是一回头拜登又清醒的记得艾江山对这个事情的立场跟他是一致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拜登的记忆力真的很有问题。张山当年跟他如何合作的，张山当时跟他合作的时候的理念是什么，他经常会跟理事搞乱，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大脑认知出现严重问题的这样一个老人。当中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描述是什么呢？他说拜登回忆这个敏感数据在什么时候被带到某处问题的时候呢，他经常会向他助手询问确切的情况。有一次呢，有一位调查员问拜登，他说2009年4月20日的一个记录当中，他的拜登在当中有一些细节的时候呢，拜登居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当时我还是副总统吧，对不对？我还是吧。2009年4月20日是什么概念呢？是奥巴马第二个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吧，奥巴马是2008年到2016年任期吧，是拜登在第一个任期当副总统的时候的事情。拜登居然要问2009年4月20日他还是不是美国副总统。所以可见拜登在不同的时间段对不同的事情的回忆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像。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拜登的认知力确实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徐景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说，他说总统自己就直接点出了他的记忆问题，我写下的是我认为证据显示的内容，以及我认为陪审员会解读和相信的内容，我没有为我的解释消毒，我也没有不公平的贬低总统。好了，我们看完这个特别检察官徐景在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这个听证会上的一些证词一些内容，那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想每一个美国的公民，每一个美国的选民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统的健康状态确实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好了，那拜登现在刚刚拿到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地位这个身份，接下来他跟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徐景在国会的一切证词，这些对拜登记忆力的描述，很明显都会成为共和党对拜登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而接下来拜登和川普之间的这个对垒到底会出现什么样激烈的状况呢？我个人认为最起码有几点我们可以预判的。第一，当两个人在竞选的时候，双方的这个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点，并且拜登以现在他的政策跟他当年刚上任的政策相比呢，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么在今年的夏天，俄乌战场上的局势变化会令到拜登和川普在这点上会出现非常大的争议。现在经常有些媒体描述说，如果川普当了总统，他不会援助乌克兰。首先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第二，即使发生的话，那么乌克兰是不是就必败，乌克兰是不是就会被俄罗斯全面占领呢？首先我觉得如果美国不援助乌克兰的话，这不符合美国的国际利益，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政策可能会有改变，如果是川普当总统的话。但是欧洲是不会让乌克兰被俄罗斯完全占领的，欧洲也会倾尽自己的权力。欧洲有没有能力援助乌克兰呢？当然有，就像当年德国有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国防呢？当然有，但是有美国这个冤大头在不断的出钱，欧洲国家当然也就乐得为自己的国家省一点成本。所以接下来在这个事情上，拜登跟川普一定是激烈的冲突。再有就是在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威胁上，拜登跟川普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在这一点上呢，两个人总体大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内政问题。美国的内政问题，讲到非法移民的问题，讲到美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看今年美国经济的表现是给拜登加分还是失分？如果是给拜登加分的话呢，或许让拜登和川普在总统的选举的对垒当中呢，让拜登可以获得一些支持。但是如果今年的经济再出现一些负面因素，比如说通货膨胀的指数没有办法降到联邦储备局所希望的2%，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川普又会有更多的机会来攻击拜登。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个新闻，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在公众场合，就在我们南加州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马里布海滩，被一个非法移民残暴的攻击。如果这种新闻在未来的媒体当中越来越多的话，那么很明显非法移民的问题会再次成为压垮拜登的稻草之一，或许未必是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选举过程当中，双方在最激烈斗争当中还有一个话题，
今年的选举到底会不会作弊，现在这个话题还没有很热。我相信越到临近选举的时候呢，这个话题会越热，包括各州有关如何执行修改过的选举法，还有共和党能够发现什么样的漏洞，让拜登再次有神奇的曲线获胜，这些都是这两个人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而这些我们刚讲到的全部的竞争的话题，它都会归于一个拜登的神智在这些内外政策的表现当中，到底会给美国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说为什么我认为这次在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对拜登是个沉重的一击呢？因为他所有公布的这些逐字稿，所谓的调查过程当中的这个相关的文字登记资料，再一次证明了拜登的认知确实非常有问题。这样的人还能当美国总统吗？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选民来说，或许他看不到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但是他非常清晰地看到除了战略利益之外，我们眼下这个总统能不能办好美国的事情，搞好美国的经济，我想这会影响到很多选民投票的意愿。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 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